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花生。那我发现很多朋友觉得我就是个做视频的，你们只是看到了我才华的一部分。那其实我花生在做视频之前干过商人这一行业啊，你们晓得不啦？而我现在呢，又拿到了一些启动资金，准备开个网咖，当个小老板，踏入上流社会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时不宜迟。那现在我就去我租的门面看一看。画面非常的贴心，已经把网吧的位置告诉我了。这另一个是什么？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明天我再开业，今天先去那边光顾一下。好，离开了酒店，这个街道上阳光明媚，可以看到这里客流量很多啊，说明我们在这里开业特别好，有客人才能有生意，对吧？我操，它好亮。好，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店了。那你多别扭的人才能来这儿上网啊？所以说你起这样一个店名，有人来就怪了。上一个老板呢，估计心态很差，问题不大。这个和店名相比，店里面才是最重要。玩游戏一定要笑，不要愁眉苦脸。操了，这他妈全是垃圾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刚才失态了。这个店里面呢，一开始不太干净，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先清理一下吧。我们这个扫帚非常的牛批，你看，一扫就直接没了。你说有这种科技，我还开什么网吧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那清扫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布置我们的网吧了。都说万事开头难，我们这个开头之前就挺难的了啊，希望后面能顺利一点吧。首先在电脑上呢，订购我们需要的东西。要先买电脑主机，这个网吧刚起步呢，能斗个地主就行了，不要有那么多要求。哎，这里我就要给大家胡扯一下关于装机的一些小常识啊。这个装机一般我们会求助贴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个吧叫图吧，那图吧是什么呢？它的全称是大耳朵图图吧。哎，说图图要给牛爷爷装电脑，但是牛爷爷非常的抠，只给了图图500块钱。后来这个图图拿着这500块钱，租了10台机子，在学校对面开了家网吧。哎，这个事迹呢被后人传颂，为了纪念勤俭节约的胡图图，就有了图吧。反正我也就要追求这个图吧精神啊，所以价格低，其他的能用就行。街机游戏机那就是咱都玩过那种投币的大块头，选最便宜的，这样叫怀旧啊，学到了没有，观众朋友们？接下来是椅子，这个椅子啊，选最差的，能坐就行。你都来这个网吧了，你还想坐多好的椅子？键盘能打字就行，好像不是最便宜的。鼠标能动就行，笔记本不就是记笔记的吗？能用就行啊，最便宜的，好像差不多了啊。免费的平板，还有这种好事啊？操了！好，那去看一下咱买的东西到了没啊？好像都到了哦。这个键盘、笔记本、桌子，先给它稍微装一下，早点营业，早点挣钱，能晓得不啦？啊，桌子，然后键盘给它放上去。操，我这个脾气还挺大的，给它好好放上去。好，街机这个放哪边呢？这也敢扔呢？冷静一点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的网咖目前就差不多布置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业。套了这小还跑，合着之前扔垃圾的就是你吧？还往里看呢？你等着，你看你等下挨不挨打？我去，牛！我去！等一下，棍给扔了啊！我去你大爷的！我看谁还敢不老实！好，那我们正式开业。哎，有眼光的人已经进来玩了，先不急。我这还有剩余的钱，接着呢，我打算弄个镇店之宝，做一套豪华游戏主机。哎，主要是让我工作之余还可以休闲一下啊。这个电竞椅、手柄、好主机一气呵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组不起来啊，主机好像不能放在桌子上，这奇怪了。算了，回头再研究吧。那电竞椅我先拿给其他位置用了啊。然后这边的配置就变得很诡异啊！你看，你说你看见这个电竞椅，怎么也得觉得，哎，这是一台贼猛的主机，对吧？但是你却只能斗地主。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哎，这个姐姐来了，你品味很好哦，电竞椅了解一下。电竞椅都吸引不了你吗？What the fuck？ 这个确实有点东西的。哎呦，这个姐姐可以的，虽然我也是不知道你在摁什么地方，这个是不是堡垒之夜啊？看样子，我看你在这往上搭呢啊。这边还有个大爷，大爷想吃巧克力，这怎么给他弄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大爷，我没想把你电脑给抢过来的，
这个生气没必要。哎，别生气，大爷，别生气，不至于。你下次来做电竞椅好不好？算了，留不住。好，这个姐姐又来了，来做电竞椅。娘子，不来看上帝。我本来以为之前那几个已经够强了，你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啊。可以，我们以后网吧改名了，以后就叫人间迷惑行为大赏啊，感觉更合适一点。行，你操作吧，我不看着。总体来说呢，还是欣欣向荣的啊。行了，回去睡一觉，明天再来。 Day two， 好。哎呀，这不得了，破产了，裤衩子都被偷没了，提前结束了老板生活，收益负18531。这个天台风不错啊，我去吹一吹。那这里是花生，咱们下期应该不是创业频道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各位拜拜。网吧老板晚上一定要锁好门。